浩治的路口，一辆厢型车跟一台双载机车行驶到路中间，发生碰撞猛烈撞击，导致安全帽当场喷掉。机车上两人摔车，整台机车倒过来立在马路正中央。驾驶发现闯祸，赶紧下车。整台机车像是肋角一样，后照镜断掉，菜篮也撞到变形。厢型车驾驶座车门钣金凹陷。这起车祸就发生在河错街跟甘州街口，这个月七号早上八点多，现场是一个没有号志的路口，当时有个骑。 是发现相型车要通过，有减慢速度。不过无性女骑士骑机车载着小朋友，疑似没有发现有车要经过，继续直行，结果不慎跟相型车酿成擦撞，骑士跟小朋友两人身上多处擦挫伤，送医后没有大碍。那么初步调查，双方都没有酒驾，不过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